相公，你看你都这么大人了，还那么害羞羞。晨呀，我已经嫁给雅雅为妻了。我现在是江夫人，江倩呢？江夫人，相公。该起床了，外面的鸡都已经开始叫了。你要是再不起床，我可是要打你屁屁喽。相公，相公，咦，招娣。你是什么人啊？为什么会在我的床上啊？哎，我相公呢？我相公呢？我，难不成你我？哎呀！我们两个昨天晚上啊！招娣，我是你相公姜子牙。相公传红纸牌，英俊潇洒，风流倜傥，容光焕发。他像你这个白胡子、白眉毛、白头发，一副死老头的样子。你，犹如了我的肉体，我的青春，还有我白嫩嫩嫩嫩嫩嫩的肌肤。你老流血嫩草。我告诉你，我就是你相公，我是姜子牙。这是我原来的模样。其实我实际年龄已经80岁了。啊！你都已经80岁了，你骗婚？我没有骗婚，只是我在昆仑山上学艺，学了数十载。我下山的时候，我的师父告诉我，如果一头白发的话，人家是不会重用我的，所以叫我变回原来年轻的模样。你不相信，我可以变给你看看。你看。我是不是你的相公，你的雅雅？你是我的相公，你是我的雅雅。难怪你昨天晚上跟我讲什么三从四德，原来你都已经80岁了，也没有几天可活了。难道我要嫁给一个姓江旧墓的老头子？再过几日，我就要变成寡妇了。你哭什么哭呢？你死了，我还没死呢。你别忘了，我会法术。不行，我们要在天愿做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。你活几天，我就跟着活几天。如果我要是先死了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好了，你会长命百岁的。对了，相公啊，你既然能够把你自己变得这么的年轻，这么的帅，不如，你把你娘子也变变吧。娘子希望你把我变得眉毛长一点，鼻子能够高一点，眼睛能够大一点，嘴巴也能够美一点。最重要是我脸上的斑斑能够把它全都变没了。这个嘛。